就像最美丽的盒子，浪花中隐藏着多少故事。看那些在蓝天彼岸乘风破浪的小船，他们是孩子们玩的帆船，他们都是乐观级的 OP OP 少年。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忧愁，他们的苦恼，他们的喜悦，都仿佛融进这大海的潮起潮落。在海边，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谁呀、啊？你看我旁边站的是谁？看谁来了？看不清楚，好像是警察吧？站在警察旁边的，是魏小乐。魏小乐，哎呀，开什么玩笑？还有别的事吗？喂，你是魏振海吗？请您到哪上？你是魏小乐。好好好。我马上来，哎。魏教练。这是你儿子吧？教练，这是你儿子吧？是，是我儿子，是是我儿子。小赵，魏教练啊，你儿子无票乘车，是铁路民警移交给我们的。这小子问了他半天，才说出家长是谁。哎呀，真对不起。不好意思，那这样我马上补票。哎，张教练，帮我办一下。哎，好吧，那民警同志，哎，咱们走吧。好，好，好，谢谢啊。还不谢谢警察叔叔。哎，好。抓紧，抓紧，抓点紧！想我吗？啊？想我吗？想，当然想。学习。小乐，你是专门来看爸爸的？不是，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上这儿？我才不想到这儿呢，火车开到这儿，我有什么办法？你小姨呢？小乐，三年多没见了，你都长这么高了，爸爸见着你，真是很高兴。老爸，来来，过来，安东，正好认识认识，这是安东，今天表现不错啊。让我认识一下，这是我儿子，小乐，安东，比你小不到两岁，你比他大，你可得像个哥哥样啊。喂，谁啊？你叫他什么？我叫他老爸呀。老爸，老爷爷，我出来了。好。哎，好，哎，就这样，哎，再见。
小姨来电话了，让你回去。我不。你也看见了，眼下是爸爸训练最忙的时候。我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我妈的。行啊，既然已经回来了，正好又赶上是个假期，索性就多住几天吧。教练好。哎，安东，下晚自习了。走吧，走吧。哎，安东，作业写怎么样？小丽。啊。安东的数学题又是抄定了还。你小子瞎说什么呢你？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文化课不学好了，我就把你开出航海繁殖队。只要你别把我开出大海就行了。小子，不许耍贫嘴。孩子们，记着。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人家说航海繁殖队出去的孩子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知道吗？知道了，老爸。会的。回去吧。老爸再见。哎，再见。教练好，等等我。教练好。来吧，洗洗吧。乐，你小姨、你姨夫和你姥他们都挺好的。你又结婚了？没有。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指的安东啊？小乐，你想哪儿去了？那他为什么这么叫你？父母都去世了，我看他挺可怜的，就收养了他。这孩子性格不错，人也聪明，是块跑帆船的好材料。特别是他身上有股劲儿，我很喜欢。在有些方面，爸爸还真希望你能多跟他学习学习。认识认识，这是我儿子，小乐，是来旅游的。他们都是学 OP 帆船的，看他们人小，真是大。我看你们是人小鬼大。啊，在全省比赛拿过名次的，把手都给我举举。我。
在全国比赛中拿过名次的，把手都给我举举。我。少啊，二，太少了。你们看，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赛场。2008年，正是你们出成绩的好时候。你们现在就能在这个场地上训练，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还用我说什么吗？好了，今天风不错，抓紧准备一下，检查一下稳向板，舵帆。15分钟之后下海，准备吧。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你都以为魏教练就安东一个儿子呀？你瞎说什么呢？才来几个月，你知道什么呀？小乐，你别介意书明说的那些话，他是我们队最小的，就喜欢乱说话。我叫丁若涵。你来多久了？3年多了。他呢？哦，你说安东啊，他来的比我久，他可是教练最得意的弟子。他很棒吗？那当然了，去年我们去福建训练的时候，他还被国家队的教练看中，说过两年就把他给挑走了。嘿，小乐，没见过这么大的海吧？下去比划比划。小乐4岁离开我的时候，水性已经很好了。哎，安东，今天还是你挑头啊！明白了，老爸。下海游会儿吧，不然就白来海边了。我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不会。那刚才魏教练说你四岁。他瞎说的，不许说我老爸。你看着哪点跟我老爸像？我老爸可是海中蛟龙，你看看他。啊，水性这个东西啊，总不用会忘，过两天就好了。都行了吗？啊，好，下海。韧性，每一个来到海边看到这样景象的人都会被震撼，这个孩子也不例外。毫无疑问，他已经迷上了小小 OP 搏击大海的气势。人家都玩 OP， 你咋不去啊？我不会。啊，知道什么叫 OP 吗？知道。OP 不就是少年帆船运动吗？没错，是成人帆船运动的基础，也是参加奥运会的基础。看见那个欧洲籍了吗？是上届锦标赛的冠军。也
也是玩 OT 出身。看我们的训练挺有意思的吧？嗯，你不会游泳，来海边有什么意思啊？是没意思啊！你们插什么嘴？行，我们拉上拉链。好，吃吧，吃吧。来来来，添点菜。来，玉明。我也要。好，都来点，都来点。撑死你们小崽子！还是魏教练知道咱们喜欢吃什么哈？什么你喜欢吃的？这可是安东最喜欢吃的。爸，我想学 OP。学 OP？ 不行。为什么不行？不为什么。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问不出为什么。我说不行就不行。为什么他行，我不行？谁呀？你心里清楚。说安东，他跟你不一样。安东从小在海边长大，他天生就是个搞航海运动的好苗子。你就不同了，那么小就去了内地。你说，你都多少年没见大海？可以带我出海？那哪成啊！我爸肯定会发现的。是吧？不是，
去。这不是过家家，来队这么多年，你这点不懂吗？找死啊你！你连游泳都不会，还敢下海？我就是海，怎么了？小乐，小乐。水性不是挺好的吗？四乐，四乐，走，赶快收拾收拾，爸爸送你上火车站。你在这儿也玩了一星期了，该收拾心回家了啊。哦，对，这是火车票。我听你小姨说，你连暑假作业都没写啊？爸爸给你准备了些吃的，那鱿鱼丝、牛肉干还有可乐，是让你带着路上吃的。对，那海参啊，是给你姥姥的。我不回去。为什么？我要留在这儿。是吧？咱不是说好了吗？在这玩一星期，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吗？不。乐。离家出走一个星期，儿子，可以了啊！再说你姨父、你姥姥他们都等你呢。我要的不是他们。爸爸知道，这么多年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你肯定对我有意见。但没有办法，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回去之后，你小姨、你姨父还有你姥姥他们都那么疼你。我想要一个爸爸，可我的爸爸在哪儿？你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我说了都是事实。老爸，到安东。老爸，小乐，我知道你要走了，这是我送给你的。啊，行，挺好。行了，赶快收拾东西吧，要不来不及了。我不走，你别先赶我走。光有别人的儿子，先不要自己的儿子。你有时间照顾别人的儿子，却没时间照顾你自己的儿子。你给我住嘴！我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你光生不养，你根本不会做我的父亲。好了。
小肉呢？鱼的吧，就算是吧。可我老看你坐在礁石上，没见过你打鱼啊。打就是不打，不打就是打。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说你吧，会游泳说不会游泳，不会使帆船，可是把船弄到海上去了。刚才那阵大风大浪，要不是我呀，你早就喂鲨鱼喽。喂住。哎，怎么这么说话？多伤你爸爸的心呢、啊、我爸他怎么不伤心呢？我妈死得早，他就把我扔在姥姥家，这么多年了也不去看我，也不接我。所以啊，你就跑来找你的爸爸？不是。什么？哦，是啊。哎，小子是喜欢帆船吧？喜欢。想学吗？想，可想有什么？我爸他不让我学、压根儿就不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努力，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做得到。小子，回家吧，努力地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哎，对对对，就在鳗鱼岛附近呢。哎，老金呐，你能不能给多派几条船给找着？哎，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老金啊，我替老魏谢谢你啊。哎，小乐，老老弟啊，甭找了，孩子我回来了啊！哎哎哎，好好。哎呀，小乐，你跑到哪里去了啊？哎，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看你这孩子，把你爸给急的啊！你没什么事儿，回去睡觉去啊！走吧，走吧。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和小雷一起去吃吧。啊，乐，你饿了吧？我吃过了。安东，嗯，你去吃吧。好。啊，你去吧。我去了。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敢一个人出海呢？啊，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回来的？风太大了，一下子把船给吹翻了，我被一个老渔民给救了。被人家给救了。爸，我想学 OP。我要学 OP 帆船。小乐，对于其他的孩子来讲，学 OP 帆船应该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你来说，爸，这是你送给妈妈的吧？听我把话说完。这是妈妈的吗？是。我听小姨说过，妈妈的病是你给耽误的。是，当时我心里很紧张，我大意了。
就为了这个？孩子，你知道你妈为什么用这串珠子缠在这个帆船上吗？你妈临终前曾经跟我说，她要化成这串珠子，要把帆船死死地缠住。她希望她的儿子永远不要再走我曾经走过的路。我答应她，我当时向她保证过，我保证叫我们的儿子永远不再碰帆船。所以你是让我远离大海？你应该理解吧，爸爸。我已经14岁了，你理解过我的心情吗？记着，做父母的不会害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幸福。我知道，爸。可是幸福是什么？我们给你安排的就是你的幸福。不，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知道你跟妈妈都很疼爱我，都是为了我好，可这不是我想要的。你想要什么？我想要跟你一样，要帆船，要大海。你还想要什么？这就是我想要的，这是我的理想。爸，难道你没有理想吗？你有，而且你按照你的理想生活着，即使没有了我，没有了妈妈，你一样过得很开心啊。我要在大海上航行，我要跟你一样，我的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爸，我要去OP帆船。可是我答应过你妈妈。爸，妈妈要是在天有灵，她会明白我的。好吧，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那你就必须努力去争取做一名出类拔萃的航海运动员。当然。听着，如果经过测试不合格的话，你必须夹着包滚蛋。你别想把我赶回去。风向不太稳，有点乱，下去以后一定要多注意船的角度，都清楚吗？今天练的还是三角绕标，准备下海。哎，小乐，你今天先不要下海，还是在岸上再练一练使帆的基本要领啊。我什么我好好练，快抓紧了。你怎么也不下海啊？我今天不去了，见习。哎，你怎么老见习啊？你们女生都这样，动不动见习。女生是少管闲事，谁稀罕管？我帮你测游泳吧。我还没测吗？我是最好了。吹牛皮！哎，不信你看着。哎，小乐，看我的。
炸弹喽！你吓死我了！陪你玩呗。姿势不错，保持住。我没问题，没问题。你问题大了，不听老子话还不叫有问题啊？够快的嘛！啊，这哪像个新手去，整个一个小海盗嘛！大乐，你以后再敢不听命令，我可对你不客气了啊！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敢违抗命令的？你们有没有敢违抗命令的？有没有？没有。听见了吗？哎，干嘛老魏跟人孩子过不去？我看小乐啊有天分，果然。将门虎子，樊教练，你怎么了？他今天这嘴怎么跟抹了蜜似的？哎，我高兴啊！老魏，好好培养培养咱小乐，绝对是头号种子。等到2008年奥运会，咱也弄个三团冠军，给咱长把脸。哎呀，得了，你可别夸他了，再夸上天了。给缠住了，我来吧。气起来啊！
今天总的情况看，大家表现都不错。今天表现最好的还是安东，啊，不许翘尾巴啊！是。哎，魏小哥，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跑的不是挺好的吗？怎么最后一歪又落下了？哎，不是如愿以偿了吗？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我想超过安东，可我办不到。那你试了没有啊？我试了。你那也叫试啊？要想超过别人，就得付出比人家多几倍的努力才行。这不努力，怎么会有结果呢？哎，这样，我教你几招，你看这船啊，你看着啊，要借着这风势。哎，你怎么会这个？哦，这样看得多了，也就会喽。哎，不过这天机不能泄露啊。哎，走。担心点车啊！哎，教练，50不够花，再给点吧。滚蛋！再闹，再闹一块钱都没了。魏教练，哎，你还没下班吧？没有，就剩你了。哎，拿上，拿着玩去吧。哎，小乐，来这么多天了，也没出去好好走走。今天爸爸带你一块出去逛逛。好啊。啊，安东啊，在，你也一块去吧。好，魏教练，我也想去。好。这样，我今天带你们先去海洋博物馆。你们这些个和大海打交道的孩子们，应该对海洋有更多的认识。走吧。耶！来，要15张票。说吧，干嘛来跑 OP 啊？是我爸让我来的。我爸说，女孩子家出来锻炼锻炼挺好的，待在家里就娇生惯养了。哎，你爸挺特别的啊，看着女孩子出来搞体育，想拿冠军吗？想，怎么没想？谁不想就不来了。不过不管拿不拿得着奖，反正来这儿跑 OP 挺快活的。进去看看。走。这哨子不错啊，你要买这个？对啊，给我爸带一个，他每天把嗓子都喊哑了，不错吧？不错。回来了，哎，乐儿，哎，那，这是给我买的？对，不知道你穿什么尺寸的衣服，所以怕买大了，怎么样？挺好，这样下次再买的时候就有数了。爸爸，这是你第一次给我买衣服吧？喜欢吗？还有其他颜色？要不过两天有时间再去买一件。老爸，老爸，老爸，夜宵来了，你最喜欢吃的烤鱿鱼，给。喝。还知道给老爸弄点啤酒啊，真算没白疼你，小二。哎，乐，来一块吃吧。你真不吃啊？我不爱吃鱿鱼。那
这样，我去把樊教练叫来，咱们一块儿去。好。老爸，我也去。今天的内容还是让三角标，我懂了吧？今天不错啊，你还可以再做出来一点。好样的，小乐。今天表现最好的还是安东。爸，啊不，教练，我是第一啊。我正想说你呢，你刚才那是什么动作？哪儿学来的？啊？谁让你从这个角度切的？我只是有效利用了风向的频率啊。你还知道有效的利用风向的频率？没学会走就想跑啊！记着，以后在训练当中要严格的贯彻教练的意图，都清楚了吗？明白。快到了，小子，我教你那几招不管用？管用，可他不认账，他凭什么说你教我那招是违反空气动力学？你爸爸是对的，无论干什么，基础一定要打好。可不管怎么样，我对他已经失望透顶，在他眼里，只有安东，甘拜为我。走嘞！项目是球类运动，来，安生，女生，第三，来来，谁给我一把？那咱们一组吧。好啊，你会拉沙滩足球吗？会又怎么样？不会又怎么样？死皮赖脸！你说谁呢？谁死皮赖脸，我就说谁。不敢跟我踢是不是？来呀，走，冲啊！快球，快球，哎，快球！哎！
们试试。死皮赖脸，有种单挑。走，难道我怕你不成？说谁呢？你就是死皮赖脸，在这里死皮赖脸缠着我老爸。他是我爸，我缠的应该的。根本就不是，老爸根本就不喜欢你。他和我们在一起多么开心，就是你，你来了，让老爸整天都愁眉苦脸的。就是你，就是你，就。干什么？去！人家都在那玩的好好的，你们俩跑这儿打什么仗？不嫌丢人呢？闲的是不是？啊？有人没出屎了？回去，给我去检查。还有你。你们这些个崽子，整天跟我添乱。不是这个受伤了，就是那个病了。老爸这个教练的任务，每天成了伺候你们，啊？哎呀，老爸这样很值。等你受伤生病了，还我们这么来伺候你呢？你咒我是不是？哎，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你为什么只喜欢安东？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你干什么呢？是你的吗？哪儿翻出来的？有什么好翻的？谁稀罕？哎，该出海了，准备一下。哎，素梅，下水了。韩总，我帮你。不用了，不用了，我来吧。怎么样了？啊，抓点紧！哎，小乐，你干什么去？我肚子疼。要紧吗？那这样吧，你今天先别下海了，回去吃点药，药在中间那抽屉里。记着照说明书吃啊，去吧。
事了，安东遇到鲨鱼被吓昏了，现在魏教练已经把他送去医院了。啊！咱们出来说。大夫，他这情况没事吧？他看起来是受了很大的惊吓，我给他用了镇静剂，他睡一觉可能会好一点。没想到安东怕鲨鱼怕成这样。谁都知道这片海已经多少年没见着鲨鱼了吗？这孩子他爸就是被鲨鱼咬死的，他妈当时也是一着急一口气没上来，跟着一块儿去了。怪不得，这种恐惧可能会给他造成心理上的后遗症，你们要耐心一点，要多鼓励他。好，那我先走了。哎，你们俩别在这儿，赶快回去吧。回去，去吧。你怎么又回来了，爸？安东他没事吧？没事，回去吧。有事吗？鲨鱼咬死的，是那年他才8岁，我看他挺可怜的，就收养了他。前几天他父母的忌日的时候，我还带他到老家去看了他，可是我没有想到鲨鱼会给他造成这么深的阴影。你可把老爸跟你哥都吓坏了，啊！回来了就好。这回啊，你就跟老爸住一块儿，想吃什么就跟老爸说，啊！安东，你有什么事要做，尽管跟我说。安东，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你别老这样。我不是说了吗，根本没有鲨鱼，你别怕。其实安东，你先好好休息，明天咱们俩一块去训练好吗？3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停！老魏，你来安排吧。好，大家准备一下，下海，解散。
给你准备好了，下水吧。不，下水吧，安东。不，不，安东，不下水，不下水，真下水，不，我怕。安东，什么都没有。安东，安东，安东。跑出来了，你，哎呀，我就不愿意训练，训练太累了。走，带你去好玩地方。去哪儿？就前面那。快点，师弟，快快快！师弟，师弟。哎，赶紧把东西都收好。安东，安东，爸，会不会报废社了？我去看看吧。生病了，请了两天假，今天是第三天了。哦，这两天光忙活安东的事儿了，我把他给忘了。那我打个电话。哎，老叔，哎，你好，我是魏振海。怎么样，你老婆病好点没有？啊，好了。哎，舒明是不是该回来了？啊？昨天就回来了。没见人啊？那行，你别着急，我再了解了解再看啊。哎，回头给你电话。哎，好。哎哎哎！都过来，都过来！你们谁知道舒明去哪儿了？不知道。孩子，来过来。哎。你跟舒明一个寝室，你知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但是他最喜欢打四国了。会不会去网吧打电脑游戏去了？爸，爸，安东他不见了，他留下这个。老爸，我走了，都别管我。爸，咱们快去找吧。这么大的城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往哪儿找？那也得找呀，他原来是最好的。都别愣着了，赶紧收拾一下去找去。是啊。大家先回去休息吧，我再去找找。爸，我还是到其他地方去看看吧。那这样，范教练，你带着其他的孩子先回去休息，我们俩再去找找。好吧，同学们，跟我走吧。走。哎哎，我说你干嘛呢？哦，对不起，我找两个小孩。找小孩？哎哎，上派出所找。哎，走吧，走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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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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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明。舒明，啊，魏秀莲，你干什么？秀莲，我饿了，饿了，好久没吃饭了。你怎么没在网上吃点啊？
忘了。这个儿不怎么见长，这胆儿倒是见长啊。你要是我亲儿子，我早就扁了你了。冲前站。你就得管。别说到队里了，我打你电话。哎呦魏教练，俺家明明呢？面壁思过了。哎呦。哎呀，魏教练，你要面壁思过到什么时候啊？多绷他一会儿。哎，魏教练，咱什么事儿咱哥们儿好说，行吗？哎，魏教练，俺家明明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啊啊！哎，是，他还是个孩子。哎，魏教练，你说他是孩子，你们俩也是孩子啊？队里有规定，你们不是不知道。是是是是。你大把大把的给他塞钱，犯了错误以后还来求情。他是我队员，我必须得管，这你们是不是知道？知道，知道。你要如果觉得我管着你们心疼，你们就把他领回去，好吗？魏教练，安东，你这个样子，爸爸有多着急啊！因为你是他的理想。安东，那件事不是你看到那样。我的意思是说，那海里不会有鲨鱼的，一定是你看错了。我看到了，看到了。安东，你再好好想想，说不定是谁的船翻了，你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船底，或许。或许是有人在跟你开玩笑。不，你别说了，别骗我了。安东，都别骗我呀！安东，安东，这是。你们都在骗我！站住！别说了，别骗我了。安东，站住！安东，老爸，对不起，我害怕，害怕水。孩子别怕，水里有鲨鱼。孩子，别怕，别怕，爸爸知道，你是最棒的。孩子，你看，这海还跟原来一样，里边没有鲨鱼，爸爸没有骗你。不，妈，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不，我不能再下水了，我也不能再玩帆船了。你放弃我吧，你放弃我吧，混蛋！孩子，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爸爸最愿意看到的就是放弃。是我一个人遇到一点挫折和困难。却要放弃的话，那他的一生都将一事无成。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为什么带你学帆船吗？爸爸就是想让你在大海的怀抱里能够坚强地成为一个勇敢者，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将来到赛场上去为国家争金牌夺冠军，知道吗？说了那么多，只希望你能够真正在心里想明白。我相信你能回来。安东，你终于能下水了，太好了！还是老爸说的对，放弃容易，坚持难。
我喜欢选择最难的。安东，好样的。你说我还有点怕。放心吧，有我呢，我会帮你的，你一定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好。夏天要过去了，在整个夏天的训练中，大家表现都非常好，都吃了不少苦，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马上过几天我们就要去福建冬训了。昨天奥运队到我们来选人，他们选中了魏小乐，他将代表我们航海帆支队去参加国家队备战奥运阶段的训练。安东，你这两天要抓紧训练，这几天就要完成对你的测试。好啊，孩子们，咱们今天晚上搞一个篝火晚会。爸，好啊，小乐，实际选的不错。这有什么？儿疼老子，天经地义。晚上我多背几个节目啊。知道了。啊，等等，请魏教练给我们唱支歌，好不好啊？一、二，魏教练来一个，魏教练来一个，害我是吧？啊，他不好意思，扭扭捏捏不像样，好像一个小绵羊。学了不少吧你们啊？老板，来一个。学了，大伙今儿高兴，你给大家唱一段。没问题，啊，高歌一曲，小菜一碟。哟呵，今儿高兴，啊，咱们来点高雅的。好，弄适当动作没有？好。听着啊，大海啊，像一锅碧绿的菠菜汤。好耶！怎么样？啊？不错呀，教练。放蒜。放什么蒜？不算。那放什么呀？大鱼。不要，别闹了。现在听我的口令，现在从我这儿一分为二，算两个队，咱们弄他个赛事会，比出个高低来，怎么样？没奖品，没奖品，不玩不玩。没奖品，拿着，我给他拿着。
干的。打你怕脏了我的手，爸，别叫我，我根本没你这个儿子，你不配做我的儿子。魏振海，做人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我从来没干过。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没出息，你想用这种方法跟别人去竞争吗？啊，我从一开始你就嫉妒人家，技不如人，你还不好好学。把精力全放在这种歪门邪道上，你以为你用不择手段的这种方式，你就可以胜安东吗？啊！我告诉你，你永远战胜不了他，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运动员。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让我后悔的事情，现在我后悔了，我后悔为什么当初生了你这么个东西。爸，别叫我，别叫我。知道你为什么离不开大海，就像有个人和你一样也离不开大海。虽然他每天所面对的是一群孩子，是 OP 帆船，可他心里看到的却是将来能够扬帆赛场，为祖国摘金夺银的海中骄子。孩子，要想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航海运动员，那你就必须要勇敢地面对大海的惊涛，面对你的爸，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孩子，大浪是要淘沙的。你怎么知道？你是谁？我是渔夫，怎么会不知道海里的事情？孩子，你有一个好爸爸，你要爱大海，就应该爱他，因为他爱你，就像爱这大海一样。我知道，我知道他爱我，我也爱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我能把安东吓成那样。我本来有很多次机会找他解释，可是我不敢。我本来和安东一起去国家队，祈求他原谅我，可。现在什么都晚了，现在解释也不晚。这古人云，朝闻道，夕死足矣。是说这人只要能够明白事情啊，什么时候都还来得及，明白了吗？明白了。好，我现在就找他们原谅我。他们会原谅你的。小豆回来了，哥，你把刚才的气氛做，跟他在一块说点话，啊。
我爸呢？哦，刚刚得到消息，附近有一艘渔船触礁了。你爸爸比较了解这一带海底的情况，赶去救援了。爸爸。哎，安东，来来来。小乐，小乐，你回来了。安东，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你那么害怕鲨鱼，我只是嫉妒你，嫉妒你什么都比我好，更嫉妒你爸爸把你当真正的儿子来养。我只是恶作剧，没想到。安东，你原谅我吧。小乐，安东，小乐，安东。刚刚接到他们的电话，你爸爸失踪了。不会的，不会的。情况是这样，你爸爸指挥救援船只把那艘船打捞上来以后，在打捞落水人员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股暗流，把他给冲走了。不会，不会的。老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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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也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潮起是爸爸的愤怒，潮落是爸爸的宽容。没有大海冲不走的烦恼，没有孩子得不到的父爱，这就是海一样的爸爸。介绍一个特殊的客人，这位是国家帆船队的选拔顾问方教练。哎，你不打鱼的吗？专打你们这些小鱼。方教练这次来是专门看你们训练的啊，都拿出点真本事来啊，都好好表现，给帆支队争个脸，也给我老魏争口气，争取让方教练看了之后舍不得你们，把你们都带走，清楚了没有？明白。
海潮滚滚，带走苦恼，送回快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些 OP 少年的生活还将继续下去。大海是美丽，大海是雄伟，大海使他们成长，大海使他们坚强，大海带着他们向美好的明天奔去。